可是我不会缝啊。别人妈妈都会，别人也不会。你怎么会在我家？啊，这我这你是谁的？畜生！太！你不会为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别跟我讲话呀！你今天没上班，没上班啊？我等下衣服，我说你上场小孩，你哪里啊？我的摩天轮呀！这代志啊，烦死啊！我做什么？我什么帮我讲？我不是什么？对面的蔡永生，啊，花的乌呀，陈嘉玲，你根本就不是个做老母啦。